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公金贼，我是国立中山大学企管系的教师佘建元。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讨论需求，讨论需求函数跟需求弹性。哦，我们在前几讲呢，哦，已经给大家哦谈了非常多的观念，关于需求哦，给大家一些也不是非常多了哈，一些基本的观念哦，关于需求函数跟需求弹性的一些观念。哦，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谈谈说，哎，给了大家关于这个市场需求观念的这观念呢，能不能帮助你去理解哦，比如像理解说我们现在台湾哦常看到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关于那个争论，然后啊，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应用，这样子一个讨论呢，让你更了解说，哎，这个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问题，有些时候会给你一些不同的见解跟不同的看法。好，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应用从市场需求这个角度呢来讨论看看台湾是不是有缺电的问题。哦，台湾是不是有缺电问题？哦，最近呢，哦，我们那个什么又开始哦，台湾的这个政坛上，或是大家一般大众，我们又来开始讨论重启核四的这个问题，然后重启核四的问题，然后那个前几天韩导又说要。然后韩市长啊，不是韩导，要重新说要重启核市场，然后不过他们同党的这个侯友宜哦，侯友宜说，哎，这个重启核市这个是假问题、假议题啦，然后啊，不过支持的人呢会说，哎，如果我们不采取核能的这个发电的话呢，不重启核市，台湾就会有这个缺电的问题啦，然后就是说可能过几年后，哎，就会开始限电啦、啊，哦，就会开始限电啦、啊，电就会不够用啊，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从这个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这个所谓的台湾、哦、有这个缺电的问题，电不够用这个问题的这个本质，这个真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是不是真的存在缺电的问题？如果不盖核，不盖继续盖核能电，然后不盖不重启核四，我们就会面临的缺电的问题、哦、我们今天呢，就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呢来谈这个问题哦，来谈这个问题。哦，谈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想想看，我们过去怎么样来讨论缺电问题啊？来自于怎么来讨论说最近在谈的这个核电争议的方式，我们怎么讨论呢？过去讨论缺电问题的方式这样想的哦，我们想象哦，今天呢有一个这个电力市场的这个需求线，哦需求线，然后呢我们是这样想的哦，我们过去是这样想的，哎，这个需求哦，这个对电力市场的这个需求线呢，哦对这个电力市场的这个需求线的这个需求呢。哦，会因为比方所得成长嘛，哦，电力市场这个东西，它所得弹性啊、哦、的值应该是大于零啊，所得弹性应该是大于零，所以随着所得的成长，哎，大家对电的这个需求呢会增加，然后产业结构会改变呐、啊，或、哦、产业结构会改变呐、啊，所以会需求线会增加。过去我们讨论缺电问题是这样子，我们就先去算哦，今年2019年哦，判断说，哎，明年、后年、大后年，哎，所得在成长了，所以一般。哦，对电的这个使用啊，对电的这个消费者呢，他们的这个需求会怎么样的成长？去判断这个东西，然后去算说，哎，我们的产业结构会怎样的一个变动？然后呢，因为这样子呢，导致需求增加，哦，导致需求增加。那想象说，哦，本来的供电呢，本来的供电呢在这里，哈、哦，本来供电在这里，哦，供电在这里。那我们供电呢都是政府在决定的，哈、哦，所以没有一个供给线，然后我们不会谈供给线，我们从需求就可以来判断，因为供给线是政府在决定的，政府看到说给定现在的这个价格哦，现在需求量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供电量要这样子，然后呢判断说，哎，这个经济在成长，产业结构在变化，所以慢慢的这个需求线会外移，需求线会外移，给定同样的价格之下，哎，你会判断说可能会跑出这个缺口来哦，那跑出这个缺口来怎么办？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赶快建电厂来满足这个超额的需求。哦，赶快建电厂来满足这个超额的需求。哦，这个需求增加了，哦，给定原来的价格之下跑出个缺口来了。那预计以后会有缺口，要赶快建电厂来满足这个缺口。哦，赶快建电厂来满足这个缺口。然后我们是这样想，然后我们要建哪种电厂呢？过去的讨论呢，其实上在这个部分呢，要建电厂来满足这个缺口，其实还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建很多大小电厂，另外一个是建大电厂。哦，那我们的想法都是。哦，就直接说，哎、欸，我们就建大电厂。哦，可是呢，我记得有个在1990年代在台电当高层的人有说，其实跳过这个讨论其实还蛮可惜啊。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哎、欸，你反而缺电了，你要建电厂，你不见得一定要建大电厂，你可能可以建很多小电厂。那他就有说，哎、欸，这个建大电厂的好处是 maybe 造价比较便宜，可是呢，
电力网可能比较不稳定，然后可能不稳定，然后这个是他们电力专业的，然后我只是用他的说法，他说，哎，电力网可能比较不稳定，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大电厂突然被干掉了，哦，那就会对整个电力的这个供应，然后在电网里面造成很大的波动。那如果是很多小电厂呢，你某一个电厂呢突然，哎，今天什么风灾雨水灾什么，哎，突然出问题了，挂掉啊，也是因为它都是众多小电厂，它的量只减少一点点，所以对整个电网的影响没有很大，所以供电会比较稳定，然后供电会比较稳定。啊，大电厂呢，你一个干掉了，哦，啊、可能一下就少5%、10%的那个供电量，哦，那当然对整个电网就会造成冲击嘛。而且它的电要送出去，它的这个干线如果断掉了，哇，那也会出问题。啊，小电网的话都密密麻麻，所以某一条线出问题了，哎，整体都还是稳定的啊，就说，哎，我们过去其实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缺电的第一件事情就建电厂，第二件事情建大电厂，第三步呢就到建哪一种电厂，是核电厂还是其他种类电厂？我们过去呢讨论都直接就跳到这第三步，说台湾有缺电问题，哦，根据经济成长、根据产业结构等等哇啦哇啦的，哦，需求线会外移，以现在供电量来说，预测未来十年，哎，可能会有个缺口，所以我现在就要建电厂来补足这个事情，哦。那过去的讨论就说，哎，所以我就直接来说我要建核电厂哦，所以这个就是核四争议的来源啊。那可能很多人就说，哎，不行，建核四呢太贵了哦，或者说它可能有一些风险。那可能以另外一方面就说，不会，核四这个风险很小啊，它也没有很贵哦，它没有很贵啊，它可能没有很贵的人，他就少算了一些东西，说很贵的人他就把一些该算的东西都算进去哦，诸如此类。像比如像以前的人在想说要建核四的时候，没有想过退役以后的成本啊，啊，现在发现哇。其实退役的成本非常非常贵，用40年啊就要退役的钱一大堆，以前都没有算嘛，啊，很多讨论就在这个地方了，啊，另外一方面就说，啊，你不建核电厂你要建干净能源，风力的太阳能，就说，哎，这个东西很贵啊，比起核四来说，哎，哪个比较环，我们那过去的讨论都在这边。可是你有没有想想看，你直接就进入这样讨论，你其实略去了很多前面的讨论，对不对？我们刚刚前面讲说，第一个你算需求成长，根据所得经济成长，根据产业结构变化，需求线拉动了，给定同样的价格之下，你发现了缺口，对不对？你发现了缺口啊，其实你没有讨论这个东西，你就发现有缺口，所以就说 OK， 我要建电厂来补足。你略去了这个讨论，第二个你略去了大电厂还是小电厂，你去略去了很多讨论。那因为你略去了讨论很多讨论，你才会得到一个结论说，哎，你看如果没有建大的电厂，没有建核电厂的话呢，或者没有建这些其他的火力发电厂等等的，你就会面临缺电问题。可是你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看？就是说，你知道电力市场这个是需求线，需求线是讲什么？价格跟需求量之间的关系，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跟需求量有这个关系。那如果你知道这个需求在成长，哦，需求如果因为外生的关系所得，产业结构需求在成长，你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需求量一定会增加。可是你一样可以透过调涨价格来稳定住这个需求量。好，哦，不要忘记了，这边还有个需求线，这里面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让你不会面临不需要再盖电，那就是调整价格。哦，调整价格。哦，所以我们就说要消化超额需求。除了以政府力量硬性增加供给外，其实还有调价这个方法。如果你从市场需求角度来看的话，需求线是负斜率的，哦，当你觉得说有超额需求，什么是有超额需求？给定现在的价格，然后这个需求量呢超过目前市场上所能够供应的量，这个叫做有超额需求。啊，有超额需求怎么办？你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说好，我就硬性的建电厂补足这个超额需求。另外的办法呢，你其实还有调价这个方法。那我们过去呢比较少在谈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比较少在谈这个东西，所以就会大家就想说啊，都有缺电问题。那当然呢，你如果要谈调价这个方法，你还会碰到另外一个情况是这个样子哦。我们说在经济学家呢，大家会说没有调价所不能解决的供需问题，这其实是一个供需问题。你有超额需求怎么办？你可以透过调价把这个超额需求消化掉啊。那根据需求法则，我们知道当价格提高的时候呢，需求量一定会减少嘛。可是我刚刚要讲的是什么呢？我刚刚就讲说，可是有些人反对这个事情，或者说他们对这个方法有所疑虑，是怕说，哎，你调价，你调价可能会没有效果哦，你调价可能没有效果嘛。经济学说，哦，在经济学中，没有调价不能解决供需问题，对不对？只要调涨价格了，根据需求法则，价格提高，需求量一定会减少。问题是减少量是多少？
哦，减少量是多少？哦，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对了，根据需求法则啊，调涨价格，这个量一定会减少。可是他就说，哦，这个缺电的这个缺口很大哦，啊，你如果要调涨价格的话，要调一大堆哦，哦，要调一大堆哦，啊，这样才会有效果。啊，可是到底要调一大堆才会有效果，还是调一点点就够了？其实我们不知道了，哦，其实我们不知道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要看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程度嘛，哦，这个就要看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程度，也就要看电力市场的需求的价格弹性值。其实你要看这个东西哦，你要看这个东西哦，你要看这个东西哦。那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台湾电力市场的需求的价格弹性值应该会是多少哦啊？台湾电力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值应该会是多少呢？哦。你怎么去看？一个是看看以前有没有人去算，然后那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是很像没有看到有一个比较可靠的算法，然后很像过去没有什么人在算，然后如果有算的话，大概我只看到一两篇，那是二三十年前算的，那个很像感觉不是很可靠哦，二三十年前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判断台湾电力市场需求价格弹性值，一个办法就是说，你去看看其他国家的哦，你去看看其他国家的哦。其他跟台湾一样同属先进工业国家的哦，同属先进工业国家，他们的电力市场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是多少？哦，需求价格弹性的值是多少？哦，那为什么参考先进工业国家呢？因为台湾现在也算是先进工业国家哦，台湾现在其实也算是先进工业国家哦。你不要想说啊，一直觉得说台湾不是先进工业国家，可是你看看我们的，如果你有在国外生活过的话呢，你会知道说，其实我们的那个台湾的这个生活水准呢，跟在国外其实不会差太多啊，不要差太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电力市场上呢，其实有三分之二，在台湾的电力市场上，其实有三分之二是产业用电。哦，三分之二是产业用电。那台湾产业技术，你觉得是先进吗？就 IT 产业来说是非常先进嘛，对不对？台湾是世界的主要的 IT 生产国家，哦 ，IT 生产国，所以台湾产业技术上是相当是至少相对来说是非常先进的哦。台湾的产业哦的能够现在 approach 到的技术哦 ，IT 的产业哦，不止 IT 嘛，机械业哦，它有很多产业其实能够 approach 到的技术跟世界其他先进工业国家 approach 的技术差不多了。那唯一差别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电价哦，跟其他国家可能不大一样哦。比方你跟德国的、跟澳洲的、跟日本、跟韩国的比哦，我们电价可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就来参考呢，这个电价，还有人均用电量都跟台湾相近的美国哦，我们就来参考跟美国。可能有人就说啊，美国很像他们是温带国家，人就不开冷气，然后台湾热得要命，大家都平常都在开冷气哦，平常都在开冷气，可能不大一样。可是如果你有去过美国，你去过美国那个比较热的地方，像南部的德州哦、迈阿密这些地方哦、佛罗里达哦、德州这些地方，他们冷气也开得也很凶，然后他们冷气开得也很凶嘛，对不对？啊，他们北部温带地区呢，你说对，他们不开冷气，可是他们冬天的时候会开暖气啊。哦、啊，暖气有两种，一种是用油，一种是用电的，也有很多公寓是用电的啊，用电，所以他们的消费习惯，尤其是南部这些人，德州、佛罗里达州的那个 pattern 不见得跟台湾相近相差太远，然后那一般家庭用的电脑、用的能够用的冰箱也差不多啊。啊，更重要的是我刚刚有强调，台湾的用电里面呢，三分之二是产业用电哦，三分之二是产业用电哦，三分之二是产业用电。那台湾的产业呢，能够 approach 到的技术，能够采用的技术，其实不会跟先进工业国家日本哦、韩国。哦、德国、哦、美国、英国这些国家 差太多、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参考这个数字、啊、那美国各位猜猜看他们电力市场的价格的需求弹性值是多少，有没有大于一、哦、我说弹性那个值啦、哦、绝对值、哦、根据学者的估算、哦、美国电力市场需求价格弹性值是负 0.872， 那个值是 0.872哦，他们这个是用年资料去算的哦，年资料去算，也就是说，哎，当每年的那个均价跟那个需求量哦，那他们说呢，大概均价平均上涨 1% 的时候呢，用电量会减少哦，减少什么？减少这个 0.87% 啊 ，0.872% 啊，这个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值的意思嘛？对，价格上涨 1% 的时候呢，你的那个需求量呢会降低哦，降低弹性值是负 0.87， 会降低 0.87%。所以根据这个值呢，你就可以算得出来，算得出来什么呢？涨价 16% 可以降低用量 14%。 也就是说，如果明年的电价相对于今年的电价涨了 16% 呢，平均来说你可以看得到用电量会少 14%。
哦，那在2015年呢，哦，这个马政府还在执政的时候，哦，然后马政府还在执政的时候，台湾核能发电的占比大概 14%。哦，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你只要涨价 16%， 长期来说，哦，就可以降低 14%， 大概整个核电大概就都不需要了。哦，大概就都不需要了。哦，所以它所需要涨价量呢，哦，其实没有像你想象那么多啦，哦，其实没有像你想象那么多啦，哦，过去有些那个支持核电的这些说辞呢，是说，如果你今天不用核电了，你可能要用什么再生各种再生能源，那就说，这些再生能源成本很高，所以呢会导致电价迅猛的上涨，比如像 40%， 或甚至有一些很夸张的说法，说上涨到 100%、200%。可是这些想法基本上是从供给面在出发的，它没有从需求面来想。你有没有想想看，如果今天电价上涨了 40%、100%， 或甚至到我刚刚讲比较夸张的数字嘛 ,100%、200%。那你觉得用电量会少多少？搞不好整个缩减了 50% 呢，也不一定啊，对不对？搞不好整个缩减 50% 啊，上涨 40% 的时候，因为那个值上涨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来估算，没有办法直接就说用 0.872 这个值来算，哦，可能会下降，可是可能没有办法下降到那么多。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合理去推算，当电价上涨到了 40% 的时候，maybe 根据这个东西，你可以算，可能就少掉 30% 啊，对不对？啊，如果上涨到 100% 的时候，哦，那可能 30%、40% 跑不掉嘛。啊，如果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觉得你还需要核电吗？甚至你可不可以一座、两座火力发电厂都可以拆掉？哦，都可以拆掉嘛？因为根据需求线呢，啊，你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事情。所以说，哦，之前有些言论在讲说，如果你换了再生能源的时候，电价会上涨，哦，啊，就必须要电价上涨。可是你想想看，如果电价上涨的时候，搞不好你根本这些贵松松的电厂根本不需要，或者这些有危险疑虑的，有危险疑虑的，或者说会造成污染的，搞不好它就不需要了。那，哦，搞不好它就不需要了。哦，不过话说回来了，哦，讲到涨价，大家都不喜欢了，哦，起价大家拢不介，然后在台湾，哦，不过话说回来。你知不知道台湾的电价其实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哦，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台湾的电价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便宜到什么程度？比我们周遭的各个国家，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都还要低，哦，我们的台湾的电价其实都比这些国家低，而且我会跟你说，也跟以色列、阿根廷、土耳其这些国家都还要来的低，哦，都比这些国家都还要来的低。那因为台湾的电价实在是太便宜了，台湾的电价便宜到跟美国差不多啦，哦，跟美国差不多啊，跟美国那个价钱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哦。那因为这个太便宜，根据需求线，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事情，因为需求线的关系，我们知道说，因为电价太便宜，所以需求量一定会大啊。台湾缺电问题的真相，其实是因为电价太便宜，台湾人用电过于浪费，哦。其实台湾人用电过于浪费，我刚刚讲说我们的电价怎么样？比日韩港星都低，也比以色列、阿根廷、土耳其国家这些都低，所以其实台湾的人均用电量，哦，其实是比这几个国家都高，高到什么程度？来，我们来看看数据上显示，哦，根据这个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6年的报告，哦，这个叫国际能源署啦，哦，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6年的资料，台湾的人均用电量世界排名第11。哦，非常恐怖，世界排名第10是美国啊，哦，啊，我们两个国家差不多啦，哦，然后亚洲排名第5，哦，亚洲排名第5，啊，前四个国家是哪些国家呢？不是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先进工业国家，是产油国，哦，我记得是什么科威特啦、阿联啦、巴林这些国家，这些国家是什么？他们这些国家是产油国啊，所以那个烧油是免钱的啊，哦，烧油是免钱，啊，又是小国，哦，啊，所以他们的人均用电量可能他们小国啊，所以烧油免钱，他们也觉得啊无所谓啊。那这些他们的产的这些油呢，哦，足够供他们的那个国内的国民可能免费或非常低价在使用这些电。哦，前四个国家，亚洲前四个国家都是产油国，油少免钱啦，油少免钱，哦，所以油少免钱啊，这些国家油免钱，那当然电价很便宜嘛。他们的国民又少，搞不好他们那个在当地。用电都是免费，或是甚至 是非常低的价格，或甚至是免费，哦。那台湾的人均用电呢，是排在前四个产油国之后，亚洲排名第5，人均用电量世界排名11。哦，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台湾缺电问题的真相？其实是电价太便宜，台湾用电过于浪费。那你可能会好奇说，台湾这个用电量是世界平均多少？来，世界平均的3.5倍，
日本的 1.6 倍、哦、我们的人均用电量是日本的 1.6 倍、哦、世界平均的 3.5 倍，所以其实是非常夸张的数字、哦、非常夸张的数字、哦、那其实上如果你比较世界各国的他们的电价跟人均用电量，其实 你其实可以看到个有趣的现象，你可以看到一个大概那个需求线的那个样子其实有出来，价量关系在这里面还是你可以看得到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日本的电价比我们高，所以他们的人均用电量比我们低。德国的电价比我们高很多，他们的人均用电量也比我们低。好、哦，那这些用电量高的国家，哦，像美国，哦，像这些产油国，他们的电价呢，哦，他们的电价呢也比我们低一点，哦，也比我们低一点，哦，啊，你大概其实是可以看得到这个需求线的这个价量关系啦，哦，哦，需求线的这个价量关系啊，所以其实。你今天当我们谈到台湾缺电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想想看这个问题啊。另外一个关键是台湾的电价太便宜，所以导致台湾人的用电过于浪费了。那过于浪费，其实在很多地方上，其实你也看得到哦。比如像说，哦，不只是家户哦，还包括产业哦。比如像我说我过去几个单位哦，有就看有一些经验，然后看过一些有趣的一些不同的单位，他们一些。有趣的浪费电的情况，然后比如像我就知道有个单位是这个样，他们里面有栋建筑物啊，这栋建筑物呢是1980年盖的，那他们当初在盖这个建筑物的时候，他们想的是说这个建筑物呢用中央空调，所以就是想象说这个建筑物呢中央空调一开，然后呢全部这个建筑物的所有 的办公室呢，所有的这些办公室呢都会有冷气，然后后来发现一件事情，这栋建筑物里面的各个房间的这个使用习惯呢，哦，不是说全天都会有人，他们通常是大多数的办公室呢，房间呢是晚上才会有人使用。那少数几间，比如像餐厅、哦，便利商店，还有管理这栋大楼、这栋建筑物的这个办公室是白天8点就会有人用。啊，所以就碰到一个问题啊，你便利商店、餐厅要用电，你就要开这个中央空调，一开哇，就全部都有冷气，可是很多房间是根本没有人在使用的，他们晚上。5、6点以后才会有人来用啊，啊，可是餐厅要用冷气啊，然后那个管理这些管理这个大楼办公室要用冷气啊，便利商店要用冷气啊，怎么办？所以后来就只好加装冷气，啊，把这个冷气呢吹到其他空的没有人在使用、白天没人要使用的这些房间的这些冷气口全部都关起来，都关起来。好啦，那你说这样的可以省电吗？哎，对，后来他们就不开这个大的中央空调，只开各个小房间呢，我就个别装独立的冷气。可是还是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栋大建筑物里面呢有一个表演厅，表演厅大概500-600人，那这个表演厅所用的冷气呢，跟这个大的中央空调的冷气是连在一起的。哦，那有没有办法说这个表演厅呢另外装个冷气？哦，另外装个冷气很贵啊，这种大表演厅600+人的，你要新装个冷气，价钱很贵，所以没有办法，大家就将就用。每次要用这个表演厅的时候，我就开那个中央空调。那中央空调呢？哦，根据这栋建筑物的那个管理的人员跟我说，这个中央空调呢，它的吨位数呢是，你如果要让这个演奏厅呢5-600人演奏厅冷气冷的话，你其实不需要那么吨位数那么高的中央空调，大概他说大概1/2到1/3就够了。可是没有办法啊，因为你要新装冷气要一笔钱，然后呢，你只好用原来的这个冷气装啊，原来这个冷气装就是每次开，哇，它其实这个用量吨数是够整个建筑物在用的啊，所以平凡屋就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浪费啊。这么多年来，大家也就一直这样在使用，每次用演艺厅哦，那个演艺厅呢，不会是只有一个月用一次哦，到很多时候呢，比如像5月、6月的时候呢，那这个每个月几乎每个月几乎。每天1到5都会有人在使用嘛，都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在里面都在使用啊，就每次都会开一个那个非常大吨位数的冷气。好，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浪费电的状况啊。好啦，那大家也觉得这样子浪费电不好啊，所以要换冷气。可是换一个这个演艺厅的冷气呢，其实要钱。那要钱的话呢，这个单位是公家单位，要换钱你就要写成本效益评估啦。那过去每年写成本效益评估都不过，为什么？因为你就会想说，哎。用这个太浪费了，所以我要换便宜的冷气。换便宜冷气的话，它的效益很直接的就是省电。可是因为电费太便宜，省电的效益呢不足以 cover 掉这个换新冷气的这个成本，所以每次成本效益分析都不过。然后啊，所以就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在用。啊，到最近呢才开始觉得哎要换冷气，而很幸运的是最近好像我知道他们预算也过，也可以换冷气。理由是什么？因为大家觉得电价会涨。哦，大家觉得电价会涨，所以成本效益分析就过了。哦，成本效益分析就过了，所以从这个里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电价太便宜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你说在这个 case 里面呢，没有谁是错的啊。你身为那个单位的管理者，你觉得浪费电不行，我要换冷气，可是换冷气要有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就是不会过，所以他们也没有错啊，他们也不愿意浪费啊，他们就是要换新冷气，可是换新冷气根据一些，根据你在公家单位里面你要提新的经费，你要做成本效益分析就是不会过，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哦，那关键就是电价太便宜，你说他们要浪费电，他们不愿意啊。啊，可能如果你要追的话，问题一开始就是为什么当初1980年代的时候要做这个设计。哦 ,1980 年代为什么要做这个设计，可是当初人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可能 suppose 电价就是这么便宜，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想。哦，所以台湾人用电其实在很多地方你会看到这种过于浪费的情况啊，这个东西没有谁对谁错，有些时候就关键就电价太便宜嘛。我过去还碰到一个例子啊，学生哦，我们系上有同学哦，都已经毕业来跟我抱怨，那时候来跟我抱怨说社团哦运作的时候没有冷气啦，他说这个很不好，希望能够勉强能够吹冷气。那他们呢希望能够勉强吹冷气啊，他们说社团活动是在干嘛呢，就大家要穿西装哦，讨论哦气候变迁的问题，讨论要节能省碳的问题。那我就觉得很纳闷啊，你们要讨论气候变迁的问题，节能省碳的问题，可是因为这个是国际，他们要讨论那国际的局势嘛，政治局势变动啊，他们说这个是个很重要议题，要讨论气候变迁问题，可是讨论气候变迁问题要穿西装，然后来跟我讨论，来跟我抱怨说啊，学校不能让他们勉强吹冷气哦。所以我说要叫大家节电，不是嘴巴说说的，有些时候你要透过这个事情啊，哦，电价太便宜你就涨价啊，涨价以后自然而然很多地方就会有一些相应的节电的行为出来，哦，就有一些节电的行为出来。那这些在我刚讲的故事也，像我一开始讲那个建筑物的那故事，也不是那个管理单位的问题哦，他们也觉得要省电，可是成本效益分就不会过嘛啊，因为以前电价太便宜啦，哦啊，你说身为这个那个学校的最大的管理部门，他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确实啊，我要买新东西，我一定要过成本效益分析啊，对不对啊？如果买这个新东西效益很低微，那本来基于这个审慎使用资源的立场，我就不应该过嘛，对不对啊？所以关键是其实是电价太便宜，然后才会台湾用电过于浪费。所以我们刚刚说台湾缺电问题的真相是什么？坦白说是过分便宜的电价，过分的用量。所以我们是不是不该调价呢？还是应该要试着调价看看呢？哦，这个其实台湾缺电问题的真相啦。哦啊，当然啦，有些时候调价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过去哦，尤其是民主化以后呢，一直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来思考电力的问题，在讨论缺电问题。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调价就会被人家骂嘛。哦，调价就会被人家骂。那没关系，如果不想直接涨电价的话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办法，然后这个就是需求端管理啦。哦，需求端管理什么意思？直接涨电价哦，油电双涨哦，就会被人家骂啊。身为民选政府，可能你就会怕说，这个东西会掉选票，然后掉选票。哦，那不过呢，话说回来，你可以用另外一些办法哦，比如像说呢，你去针对这个用电大户哦，用电大户，我们在前面讲那个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的时候，其实有跟大家讲过嘛。如果今天哦，这个电价支出占你生活支出没有很大的比例，调涨 10% 对来说可能无感，对大多数的家户可能是无感，可是对有些大户来说哦，比如像一些产业用电，我们说台湾用电三分之二是产业用电，这些大型的工厂如果涨 10% 的，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这个确实对我来说哦会是成本上的一个负担，那结果是说你就会诱导他去使用各种节电措施哦，他们确实会有这个诱因使用节电措施。而且如果一般来说你怕家户用电上涨 10%, 虽然家户无感，可是大家还是会骂，那没关系，你就针对那三分之二的产业用电，针对用电的大户，用电比较凶的，你去给他调涨。那当然调涨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对他们成本造成负担，他们可能也会不高兴哦，不高兴。那另外一个是说有补助措施给他们，比如像说你就补助什么东西，补助使用节能的设施嘛，哦，补助汰换这些节能设施，那这样你就直接涨 10%, 然后他们会去用节能设施，节能设施你也补给他哦，那所以相对来说呢，他就会更有诱因的采取节能设施哦，涨价 10% 以后他就会减少用电量，节能设施你已经补给他了嘛，那他当然要减少用电量哦，这个就是需求端管理。现在呢哦，你可以用过这种什么各种不同的电价折扣，各种加价方案，搭配各种奖励或惩罚，说我刚刚奖励是什么，鼓励他去汰换节能设施哦，就像我刚刚最前面讲的那个例子，那个单位的那个冷气，后来也是因为有奖励节能设施啊，就把冷气换掉哦。现在我们学校也有很多各种奖励，鼓励大家把那些老旧的、很浪费电的这些冷气呢，把它换掉，换成节能冷气。
然后呢，除了奖励以外，还要惩罚措施，惩罚说，哎，你不要再浪费电了，我已经给你节能设施了哦，所以我就在公家机关里面比较好采行这个东西嘛，就跟他说，哎，你不可以再多浪费电哦。那现在用电呢，哎，确实这个因为换了冷气的结果，哎，这个用电量确实也降下来哦，搭配各种电价折扣加价方案，搭配各种奖励惩罚措施，以各种节电的技术来改变用户的用电行为。我说这个就是目前当前政府所采取的策略，然后用需求端管理。哦，涨电价，我们知道其实只要涨个 maybe 20%， 哦，我们刚刚算的更精确说，可能涨个 16%， 以美国例来说，哎，你可能就可以少掉 14% 的用电量。哦，那你直接涨会有民怨，所以现在就用很多需求端管理。哦，用过各种，其实就是转个方向来涨价而已啦，就转个方向来涨价而已，然后转个方向来涨价，然后可能针对用电大户啊，针对像什么我们这种政府单位啊，用电大户啊，政府单位啊，只用这些措施来涨价，那其实某种程度上呢，也可以达到我们说的那个效果啊，这个就是需求端管理，这个也就是当前政府所采用的策略哦。所以这几年呢，虽然这个你有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很多在支持恢复核电使用的人呢，一直在讲说，会有缺电问题，不见的话会有缺电问题，电价会涨后会有缺电问题。可是事实上讲了那么多年，你其实还是看到说，很像，尤其是像今年，这个似乎之前一直在讲会有这个缺电问题会限电的，其实反而很像情况开始减缓了。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这个需求端管理确实发挥作用了。需求端管理确实发挥作用。那从整个如果我们从电力市场的需求线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你也看得到需求线跟你说是负斜率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呢，可能跟美国差不多-0.872。啊，这个情况下，如果你涨电价了或者说你透过其他种方式，不要直接涨，人家会骂，用这种方式来涨调涨，你确实是能够做到用电量的减少慢慢的去调整台湾人的这些用电的习惯。而且事实上就像我刚刚跟你讲，台湾人的缺电问题的真相，其实后面隐含的是我们用电太过浪费，我们的用电量是世界平均的 3.5 倍日本的 1.6 倍。想想看，很像我们确实应该要节电那有些时候当然不能讲了你不能穿着西装说我要节电，好，我现在这样好像不是很有说服力啦，不过我里面穿的比较那个凉爽的衣服，然后就你不能说我们那个穿很厚的西装，然后呢在讨论说要节能省碳有些时候呢不是说啦直接调整价格调整那个成本会有感觉啦，那你就会节省那个用电的行为，然后那确实我们必须要来想想看应该要节电，不是一直在想说啊台湾人一直要浪费电多用电，那结果就是说我就开始盖各式各样的电厂来补足这个缺口，这样你应该要换个方向来想想了，从需求端的角度给你一些新的看法希望能够让大家呢对于台湾缺电问题的真相呢有更深的了解。我是中山气管设计员，我们下次见。